第四题，下列有关碱金属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知道碱金属是所谓的第一组锂钠钾如铯法，所以选项 B 钠钾属于碱金属是对的。我们也知道碱金属呢，它的金属的活性很大，容易跟氧作用，所以要储存在矿物油或者说石油当中，所以选项 A 所以要放在矿物油中保存，选项 C 说活性大容易和氧反应都是对的，所以选项 D 是错的。碱金属与水作用，碱金属会跟水作用产生氧气，错，它产生的是氢气，然后因为氢气可燃，所以它会起火燃烧，所以选项 D 是错的。碱金属与水作用后产生的是氢气并起火燃烧，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 碱金属与水作用后产生氧气并起火燃烧，这是错的，产生的是氢气。